去了再出来。怎么？鬼子马队回去年去的。不要紧的，妈，我看看去。八戒，你作死啊！妈，你看，你不知道那是鬼子。不知道，我还不打呢。越是打他，他就越觉得我们家没外人。小王，鬼子走远了，快出来吧。大娘，快送去吧，说不定呢，给他来个。快来洗脚。别那么慢吞吞的。让小王吃了再走啊。李大队长，您从镇上回来呀、啊？您吃个梨吧，甜着呢。我还要赶到镇上去，回头见，大队长。小花，来吃。小花，你可别扎了我的肉啊！别说话。得了吧你，还迷信呢？没人当哑巴卖了你。这几天鬼子马队常出来，要是能够打下几批来该有多好啊。你别急，大娘去送信，就是让县大队。又小广播了。谁让你问我来着？谁问你啊，我自己说着玩的。不该你知道的你就不该说。我说了你也不该说。好好好好，你可别跟万说，我老这么想，要是找到几匹马呀，我一定得骑一下。要是不怕目标大，我就骑着马送信，一天来回300里。哎呦，瞧你，太高兴了。你看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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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
怎么，有种试试看呢？别逗他了，人还没马高呢。哎，当心点，刚俘虏过来，思想还没搞通呢。你得好好教育他。马兴他没摸准，别胡来。报告。小鬼爸爸起跑了！哎，什么东西？老刘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看马上有任务了，摔坏了你负责任呢。爹呀，这是一包重要文件，天亮以前呢一定要送到，交给李大娘，让他立刻送到路西交通站。要是能骑着马去，两个钟头不到准能完成任务。嗯，那你还想玩命啊？平常我怎么跟你说的都忘了？没忘啊。你说说看。胆子要大。还有呢？啊，心要细。通过敌人封锁线，不要粗心大意。哎，没问题，我闭着眼也能送到。小王，你太自高自大了，真出岔子。侯科长，我能完成任务吗？你要再不听话，我非送你回家去不可。我一定听话。小王，进来。小鬼，
不能是敌人。天一黑，敌人就不敢出来了。干什么呢？老百姓从镇上回家迷了路了。老百姓还带这玩意儿？放开我，不然咱们一块儿玩。一块儿玩？我可不干，我还要留着老命抗战呢。你是？瞧，我也有一只。快下命令吧，我的小首长。要我帮你干点什么？上大王庄去。哎呀，今天下午鬼子还在那抓人了。抓了人？好去吗？有我给你带路。我是千里眼、飞毛腿，上天入地都能领你去。好，走吧。立正。开步。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新媳妇儿，你看，小心脚底下。老大爷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好孩子，信得过就别问了。我要是不反对迷信呢，准把你当成活神仙了。小首长，我完成任务了。老大爷。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姓孙，可别问我大号，高兴就叫我孙大爷，不高兴就叫我孙悟空、孙猴子，都行。哎，可别叫我猪八戒啊，猪八戒迷媳妇儿。我老了，媳妇儿也迷不了我。我知道，抗战可把你给迷了。对，抗战不想我胡子白。哼，我早晚能知道你。呵。哎，你到这庄找谁？我也不告诉你。先别问，你先说你是干什么来的吧。我慌了，你先告诉我大娘哪去了。你别问了，一直等着你来的，有什么事儿交给我去办吧。大娘出了什么事儿？怎么回事？你们家的门叫鬼子给封了。
下午。今天下午，鬼子抓了人，就是大娘。小茹，别难过，我回去报告，派队伍打开据点，把大娘救出来。小王哥，有什么事儿交给我去办吧。有一包重要的文件，立刻要送到露西。我给送去。你办不了。你忘了，我还去过十来趟呢。那是跟你娘一块儿去的呀。我自己也去送过信。信比文件好办得多，碰到敌人呐，一口气就给吃了。我说行就行嘛，你能干的我都能干。你才十二岁啊，我十二岁参军的时候啊，走路还怕鬼呢。我一直留着等着你来吃，可倒好啊，你还瞧不起我。小荣，呀，天快亮了，文件怎么办呢？快交给我吧，完不成你砍我头。哎，你给带路好不好？下面就是铁路，走，快！这一间间小房子比我们村还长嘞，这能装多少东西？等到抗战胜利，我一定去开火车。哎，你要是走不动了，我叫你上火车。没人当哑巴卖了你，别乱动，听我指挥，当心会上护路队。三年的老八路，敌人我也见了。你一口外线枪，一句话就露敌了。先让我去侦探一下。顺着这条小毛道，一直往西跑。快，快点！是湖北调的枪，不是三八式，保准是咱们游击队的，没关系。你听得出来，这不是鬼子的枪。鬼子的枪啊，是大盖子，三八式，是八公八公。湖北调的枪是老套的，是通通。往后你也听着点啊。这倒看不出你来啊。自然呢，三年的老八路也不是白吃饭的。没有我，你还是到不了路西。快走吧，老八路。哎。等等，我看看铁路是什么样的。铁路掉在屁股后头五六里了。我这装了一块。哎，谁说铁路是铁的？你呀，还想开火车呢。小荣，哎呦，我的孩子，怎么又是你来了？你妈就那么忙吗？啊，咱们屋里说去。到外头看着点。大娘，这就是军分区的小王。叫你娘拿点吃的来。啊，大娘，这包文件很重要，别耽误了。放心吧，误不了。
绕道走小路，小心点。吃吧，吃饱了睡一觉，晚上好回去。我们家里没有闲人，连我这孙子啊，也是个小情物。全家都抗战的？可不，他爷爷跟他爹都在游击队，他娘是个交通员。喝点吧，粮食给鬼子抢光了。这大远的路，你妈不来让你来。啊，你妈的眼睛怎么样了？哦，我还给她买了眼药呢。哎，你妈整天忙工作，眼睛熬得跟樱桃似的。那，你给带回去吧。出了什么岔子了？你娘，大娘，别问了。小王哥，我没有家了，我跟你一块工作去。好孩子，就住在我家里，饿不着你。大娘，你们全家都抗战，这会儿我们家一个抗战的也没有了。不行，大娘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，你就是我的亲闺女了。娘，好闺女，听娘的话，你还小啊。小王哥才比我大三岁，他能干的我都能干。小荣，这会儿精兵简阵，我也做不了主，你就先在大娘家里待下吧。我妈叫李天奎抓走了，你还能叫我不抗战？从这条小道过去就到铁路了。你认识了？昨天我从这儿走过的呀。你回去吧。好，当心点啊。哎，去吧。
准了，你就不吃公粮了。走吧，上哪去啊？到军分区呀。你一个人去吧，我可不回去了。干嘛？生气了？鬼子打枪，我可没害怕呀。你没害怕，我可得挨批评。谁批评你啊？不是完成任务了吗？任务是完成了，可是晚回去一天呢。那只能怨鬼子了。我妈。批评就批评吧，走吧。到了咱们根据地。哎呀，好死了，山上还有花花石头呢。都给你，你装不下。你给我拿着嘛。怎么，你累了？要是上级不收你，你一个人回鲁西，能行吗？批评你吗？谁知道？你先在这儿等会儿，我进去说好了再来叫你。这小家伙可把我急坏了。为什么晚回来一天呢？文件送到了没有啊？我一直送到露西。一直送到露西？李大娘啊被李天贵抓走了。啊？科长，你不会批评我吧？晚回来了一天，可任务完成了。快把衣服换了。不，不要紧，我林冠，你让他进来吧。谁呀？就是李大娘的闺女小荣啊。哎，你这个傻瓜。天这么黑，你把他抱到门洞里淋雨。我怕你不收留他。这是我们科长，就是他领导我的。这都是由你做主吗？好，科长，你也让我参加吧。先别说这个，换身衣服再说。报告。进来。敬礼。
竖条也得两只手，敬个礼再向后走。啊，再来一遍。这个还学不会呀、啊？我的工作还没影儿呢。你别急嘛，来，我给你想个办法。进来，进来，少奇，什么事儿啊？小人对你有意见。哦，好啊，提吧。我的工作问题给解决一下吧。就是这个意见呢，还有没有啊？别的没了，你给他解决一下吧。我十二岁了，不小了。小牛生下来两年就能耕地了，我也是十二岁参军的呀。他能干的我都能干，我不会的他教给我。对了，我向科长保证一定培养他。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来说服我的？嗯，小娃有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？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小荣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可你不给我下命令，也不指挥我，我怎么服从啊？好，我命令你，每天认十个生字。小娃。有。我命令你动员他安心学习。好，欢迎再来一个。嗯，神气什么？算你有工作。你怨我有什么用？我又不做主。赵科长。赵科长要你学习，你就服从呗。今天你认了几个字了？那。男女老幼齐心。赵科长就是不要我抗战。小荣啊，讲过话不顶事儿，要干革命呢就得有点坚决性。对了，我有这么个经验，自己找机会工作。把这封信送到山后各街庄，交给在医院里休养的廖团长，让他带到前方去。认识吧，就是那个毒膀子团长，在天亮以前呢一定要送到。我去开会去了啊。
谁呀？我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。闹肚子了，小家伙。小鬼，信封到没有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。信。怎么？信没送到？丢了，糟糕，在哪儿丢的？不知道。科长，你处处我吧。我处处你顶个屁用啊！这封信要落到汉奸手里就毁了。哪里去啊？天快亮了，怎么也来不及了。到底还是个孩子。不，科长，你枪毙我吧。报告。进来。经理。这是收条。小王能干的我也能干。科长，你该批准我参加工作了吧？我不批准。哎，不是你让我自己找机会工作吗？参加工作可要守纪律啊。嗯。我有个大哥叫小王，能吃饭也能喝汤，别看他手里没武器呀、啊、说话赛过歪把子机关枪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哎，同志们，我也来雇一个怎么样？好，你来一个吧。行啊。好，我家有个撅尾巴后边的小姑娘，脸蛋圆的像月亮，别看她闭嘴不说话，千万个心眼肚里藏。你妈给你捎来的。书包，你看这书包真好，还绣着字呢。小荣，你看这多好看呢，这是我妈自己做的。我妈可好了，我真没书包用啊，她就给我捎来了。科长，你看这是我妈。你看，给你。
咱们革命就是个大家庭，你的家也是小王和我的家。在咱们老红军的那会儿，要不是仗着同志们跟一家人一样，那25000里怎么走？在鬼子扫荡的时候，有很多同志被捕了，有的被害了，妈妈离开了闺女，儿子离开了爹，家都给毁了。可是人们没有屈服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革命的大家庭。革命队伍就是咱们最好的家。妈妈，我有一个小同志，他没有妈妈了，他可好了，你再给我烧东西也给他烧一份吧。这是我妈给你烧来的。大娘又给我烧东西来了。这有什么呢，我妈也是支援咱们抗战呢。瞧，你又给我补袜子了。这有什么呢，咱们团结互助呗。凤凰脑袋了。对，咱们往后把走过的地方都给起出个名字来。娘娘鼻子，牛尾巴树，猴儿跳河。看，又到了那个大肚子地主坡了。等到抗战胜利，这些石头就都让咱们磨平了，不让你落，我就开我车。我就讨厌这个坡，爬上来就累得不行。整个大山都是你的，你装在口袋里头带走吧。你又揭我老底子了。下山回去吧，科长等着呢。镇的敌人准备明天天一亮就要出动，据点里剩下没有几个敌人了，正是我们打的好机会。你们的任务呢，是从这里往西走，经过敌人的据点大兴镇，在天黑以前要到达松树林，把这个情报交给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让他赶快报告刘师长，叫刘师长打开大行阵。小鬼又走估计参谋了。白胡子老头准会去吗？准去啊，他每天呢从天黑到天亮
都在那儿接送情报，因为你们是小孩，白天好行动，通过敌人的据点方便一些。碰到了敌人呢，一定要灵活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科长，你放心吧，只要你们送到这个情报，我们可以集中力量，打开大雄镇，活捉李天奎。这是我们秋季翻扫荡的最后胜利。好，你们该走了吧？又都卡着了，小心点。喂，小孩，还没什么心的，不信不信了，不信不信。站住，商量商量，拿面具不信的，不信的。我们要上外婆家过八月节，让我们过去吧。大哥，不信不信。啥子要一头过？喂。何してんだい。やったら出ようとするんです。ね、信じ、バカ野郎。お？立派なアルバイじゃないかな。のしろのしろ。おい、しゃれしゃれで。お前上外婆家过八月节，让我们过去吧。何言ってんだい、バカ野郎。こっち来よ、黙ってる。はい。そうかい。お、な、のしろ。はい、よし。はい、おない。しっかりしろ、しっかりと。よし。跟出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喂喂喂。我拼榴弹了，哎，可不把我找苦了。来来来，我每一次出来都带上这个，可是老没碰见你吧？来，快吃吧，快交给他吧。情况很紧吧？很紧。
交给刘师长，半夜前送到。误不了事，我的小首长。走。哦。开步，走。跑步。任务完成了。哎，小毛驴报销了。哎，顺路回我家看看去。行。别难过，革命成功了，盖洋楼住。大兴镇打响了，走。小荣，
刚睡着。刚才送队伍区的老乡回来说，大兴镇打开了。真的，大兴镇打开了。小王，你做什么？我去找我妈。那怎么成啊？我替你找去吧。我跟你一块去找。不行，你的手，你看已经好了。不行，魏世元同志，我是去找我妈妈，妈妈呀。小茹，小茹。咱们再去找吧。犯自由主义了，我。小荣啊，你是个伤员呢，怎么不守纪律啊？好，进去说吧。进去。这次去要好好的学习，革命没有文化是不行啊。到了那儿就来信啊。